大家都很羡慕你啊，因为最近接连合作了林更新、吴亦凡还有冯绍峰。羡慕我？对啊，应该羡慕他们吧，都跟我合作。所以如果让你用三种食物去形容他们三位的话，会是什么？分别是什么？谁呀？林更新、吴亦凡、冯绍峰。食物？嗯，或者是动物也可以。对啊，林更新是狗嘛？嗯。是哈士奇。嗯。凡凡是那个愤怒的小鸟。为什么？是因为节目里面他有那个装扮什么的？不是，他不说话的时候就很像生气的样子，好像在生气。嗯。绍峰哥像一只哎，不行，不知道像一白马。是帅的意思是吗？白马王子。嗯。